把点球引进来说的话，这个在上半场的话，这是找个平衡，已经是换大了。确实，刚才也是犯规了。三米的人，这是真正犯规了，对。守门员把徐晓峥的脚给扑掉了。守门员直接把脚，关键是二十五号脚折是直接压到了姜思达。这个，这个机会来的太晚了，慢了。对于这个球队来讲，这是心态呀、变化呀都晚了，但是他毕竟攻入球啊，但是他的进球数已经达到12个了。这个特别是天堂皇队失去第二个球，最后时刻啊，给我们带来一份这个意外的惊喜，在最后的时间里面，这个天堂皇队的话，第二个失球失得太早了，下半场开始一分多。